昨天这个大雨为南部呢地区带来一些这个灾害啊。那么包括了有像南投神木村，在大雨之后呢，也是到处成灾。我们的记者啊，也这个本来都已经是不是菜鸟了，身经百战，常常在采访这个风灾水灾新闻的，都已经挂彩了。中天新闻记者周大祥，他第一时间呢到神木村，要用走的走进灾区来带来第一手的消息。结果呢，路况遭到完全分不清楚哪里是路，哪里是水沟，一个不小心呢，整个人就踩进了半个人这么高的坑洞，人跟摄影机全部都沾满了泥巴，全身泥巴，满腿污泥。他是中天新闻记者周大祥。 为了拍摄神木村第一手灾情，结果摔成了这副模样，连摄影机也摔坏了。开机可以了，但是就不能运作了，变成那个 auto lock 锁那个坏掉了。摔倒了还得爬起来继续挺进，脚一踩直接陷入了污泥堆里，深度直达小腿肚。当时为了跨越遭冲垮的爱玉子溪便道，踩进了污泥里，一个重心不稳，整个人往后一摔，摔成了泥人儿。那时候因为泥浆还蛮深的，到小腿吧。 然后就一小时就踩到石头嘛，然后就想说，应该可以稳的。结果要跨另外一步的时候，就滑动，然后就往后滑。然后还好当地的好心村民提供自来水，让摔伤的记者好好的冲洗一番。通往神木村的唯一道路爱玉子溪便道，淹水一退，全堆满了污泥，根本分不清哪里有坑洞，哪里是道路。记者脚一踩，摔进了污泥里头，还有头部没有撞到大落石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中天新闻周大祥、朱显明、SNG小组南投报道。